看这户人家已经被水淹了，看到了吗？水非常大，以前这里都是路，现在连路的影子都找不到。我把这学校拍进去，这样人家就知道方位。哦，这里可是都是水了。哇，他好勇敢啊！前方记者，前方记者。哇！好勇敢哦！好勇敢的车主们。